两碗面粉，一碗加入红糖水，一碗加入纯牛奶，分别揉成光滑的面团，醒发20分钟，擀成薄饼，两张重叠一起卷起来，切成薄片。油烟五成下锅，小火慢炸，金黄酥脆，捞出控油。猫耳朵做好，香脆可口。喜欢的点赞、关注、收藏，谢谢支持。